好啦，你啦，你现在来我们家啦，希望你能够喜欢在我们家里玩。那好哦，那我现在去找艾玛玩了。艾玛，你在哪里？艾玛，艾玛。我觉得艾玛可能呢是在她的房间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你可以上去去找一下她哟。我的妈妈再见，那我等会儿再来找你们吧。我现在要去找艾玛玩了。艾玛，哦，这个肯定是艾玛的房间了。她这里只有好多的小的玩具哦。这都没有我男生玩的。这个也是一个女孩的房间。这都不好玩。哦，我找到了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一个滑板，一个滑板车。那我可以在上面去玩很多个这个样式。你是谁呀？你怎么会在我房间里面？这个是我的滑板车，拜托拜托，走开走开。你是谁呀？这个是我的滑板车，它现在是属于我的啦。这个是我的滑板车，是我妈买给我的。你一个小屁孩儿，你快走开走开！再说了，你怎么会到我的房间里呢？你看起来好奇怪哦。你看起来有点像。我看得起来像什么？我是不是特别的漂亮，比你漂亮多了？哦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是不是妈妈偷偷给我生了一个小弟弟，然后没有告诉我？我要去问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马丁，你有听见吗？啊，小优，小优，你又来干什么了？我知道了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哦，我在这里呀，我在这里呀，我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我这个肯定是我的弟弟。小游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明白你在说什么内容呢？嘘，亲爱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肯定是把艾玛的朋友当成他的弟弟了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跟他来演一次吧，省得他每次都特别烦人，然后老给大家做恶作剧。现在就我们又来跟他演一遍吧。这样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呢？你还问我为什么要这样问你？你这里肯定是他，肯定是我弟弟，对不对？他肯定是我弟弟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在，你肯定有一个弟弟藏着我了，肯定还有个弟弟的。哦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真的假的？我原来还有一个弟弟呀，我都不知道。马丁，你真的是觉得这样的话不会太夸张了吧？哦，我的天！啊，我们这次终于是把小游给捉弄了一遍，这样的话呢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棒啦。你又到我的房间里来了。那等会儿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呢？哦，你哦，我叫 Justin，你叫 Justin。哦，和我的小游，我们俩都是一个这样的这个名字呢。好的，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奇怪呢。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，我都不知道你到底要来我这里是要干嘛呢？好了，我现在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我们的房间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你可以来看一下。我这里有好多个房间呢，我想给你展示一下。我为什么要看你家的房间呀？这样的好无聊呀！我才不要看你家的房间呢。这个是你的这个房间吧？你的这个房间可真的无聊呢。我才不是你的弟弟呢！我永远不会是你的弟弟的，你放心吧。我只是想要玩你的这个滑板。你不要动我！不要动我！你要再动我的话，我又会揍你喽！哦，你真的是好凶啊！我才不是你的弟弟呢！你当然是我的弟弟啦！你看看你跟我一样强壮，我们俩都非常非常的强壮呢。哎，妈妈，Justin 来了吗？我刚刚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了。嘿，艾玛，他肯定来了，他在和小游在楼上玩呢。
他在跟小游玩？怎么可能？他是我的朋友，怎么会到上面去跟小游玩呢？他应该跟我一块玩儿。他都不在我房间里面。哎呀，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呢？Justin，你快下来，你快下来！嘿，你们两个这里在干嘛？你怎么？你走开！你不要动我的朋友！你快走开，走开！艾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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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我们是兄妹，我跟他也是兄弟。你，我才不是你的弟弟呢！我才不是你的弟弟，我来这玩就是因为艾玛他想要叫我过来玩，所以我就过来玩的。我是要跟艾玛玩的，对啊，他是要过来跟我玩的。你为什么要在这边过来呢？这个才不是你的兄弟呢，这个是我的朋友。他是我从戏院剧院我们学校的剧院叫过来的朋友。你为什么要说他是你的朋友呢？这难道是你的朋友呀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肯定是被爸爸妈妈耍了。妈妈，爸爸，你们在哪里？我觉得我还是先闪一步吧。